一直以来，我都不喜，也不愿面对内院的纷争，更觉得已入侯府深似海。可嫁给侯爷这些日子，侯爷对我百般维护，很多事情我们一起面对。好像有了侯爷，我什么都不畏惧了。 亲我娘了，凶手已经缚住，你母亲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。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。 门吧。是。你来了。我来是要问你，为什么要利用我害夫人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夫人。 我只是想让夫人离开徐家，过她想要的生活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万一太夫人把我贩卖了呢？不会，夫人绝不会让太夫人把你贩卖。你只会有两个结局：一是夫人带你离开，二是你甘愿留在徐府做妾。你那般迷恋侯爷，我这么做也是想帮你完成心愿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 我没有迷恋侯爷，我拿侯爷的腰带是为了学习夫人的针法，然后做一条一样的腰带，送给傅大人。傅大人？是啊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傅大人，才不是侯爷。反倒是你，利用这点勾结欧家，差点害死了夫人。我没有勾结欧家。 更不可能去害夫人，我只是不忍心看着夫人在徐家委曲求全。徐令仪始乱终弃，绝非良人。这样的人如何配得上夫人？夫人离开了徐家，只会变得更好。我何事始乱终弃？琥珀，你对侯爷的指责因何而来？
我知道你不想害我，但是我担心你被人利用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夫人，你不妨问问他。我自问光明磊落，从未做过任何背信弃义之事。光明磊落？那我姐姐的死难道是假的吗？你找到姐姐了？夫人，我姐姐就是童姨娘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还没来得及与姐姐相逢，她就先走了。我姐姐是含冤受屈，悬梁而死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和元娘害死了我姐姐。姨娘，侯爷昨日便同夫人一起回来了，可夫人放了冬青，却又把琥珀关进了柴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罗家阴险，元娘卑鄙，而侯爷无情，是你们三个人合起来逼死了我姐姐。侯爷即便不喜欢我姐姐，可你既然占有了她，你为何对她不管不顾，任由他人侮辱践踏？像你这种始乱终弃、薄情寡义之人，如何能让夫人幸福？所以你就撺掇冬青逼我做选择，挑拨我和侯爷的关系。夫人，这些时日发生的事夫人还不明白吗？徐家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你一再相逼，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可留恋的？琥珀，和你姐姐那一夜我虽已醉，但神志犹在，我们俩并未做出任何出格之事。不可能，若没有碰我姐姐，你为何要纳她为妾？次日醒来，元娘已将此事告知母亲，并向母亲提请将碧玉抬为姨娘。我便猜测此事是元娘和童姨娘事先合谋，我虽不愿，但事已至此，如果再行拒绝，只怕碧玉在许下再无立足之地。可我姐姐并非跟先夫人合谋，她是被逼的。我也曾问过碧玉是否有苦衷，但她却什么都没说。姐姐就是因为我，琥珀，对不起。若我能早些知道你姐姐的事，今日之事就不会发生。夫人，就算此事与侯爷无关，可是待在这样的徐家，你真的会幸福吗？琥珀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可感情一事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在你看来，我被母亲步步紧逼视为不幸，可我却觉得在我面临困境疲惫沮丧之时，有一个人，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我，想方设法为我排忧解难，却丝毫不计较自身得失。对我来讲，这便是最大的幸福。我
现在很幸福。我明白了，是我错了。侯爷，琥珀和我情同姐妹，若我能早点关心她，她就不会被人利用，就不会发生今日之事。责任在我，是我御下不利。琥珀之事能不能不要告诉太夫人？看在十一娘和同姨娘的份上，我不追究你的罪责，但我无法容忍你的背叛之举。要不是我们及时发现，很可能我们已经死在欧家之手。你离开徐家吧，他害你陷入险境，此事再无转圜余地。夫人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琥珀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敢奢求夫人的原谅，只希望今后我不在夫人身边，你也可以多多保重。地方去，就去县令阁，师父会收留你的。多谢夫人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对了，我问你，童姨娘是你姐姐的事，你是如何知晓？我在秦姨娘那儿发现了我姐姐的绣帕。父亲，二爷，当初帮助靖远侯陷害你们的欧离行已经伏诛，你们在九泉下可以安息了。令仪会尽快找到靖远侯的罪证，让祸国殃民的欧家受到应得的制裁。夫人，夫君。
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是怎么死的？回禀侯爷，大公子是被割喉而死，现场还留下了些许黑衣人的尸体，应该是大公子遇到了刘匪。是下官失察，下官这就回去重新查看，一定找出杀害大公子的凶手。侯爷，侯爷，手下刚刚来报。侯爷，此事着实有些蹊跷。前日二公子让马夫驾了马车出了城，紧接着大公子也带人出了城，没过多久就有人看到永平侯和魏国公从城外回来。府尹大人明察秋毫，大公子确实死于刘匪之手，请大人回去结案吧。为什么要结案？为什么要结案？为什么不查下去啊？就是那个狗贼，是烈焰那个狗贼害的。少夫人见谅，大公子带去的是甲子浩的死士，见不得光的。豢养私兵，那可是造反的死罪啊。况且大公子没有通报侯爷，就私自带人出城，到底所谓何事？不是，徐丽仪，我替你不顾代天。我们的计划都是好好的进行着，为什么你就突然死了？你为什么会死？侯延行却好好的活着回来，是不是他合伙徐令仪杀害了你？你告诉我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欧家，你对欧家那么重情重义，他们却这么害你，而他，侯延行，他白白落得了这一切，凭什么？侯府后院，傅大人不知道进不得吗？出去！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道歉。
但是这事儿你也不能全怪我吧，若非你跟我说那样的话，我也不会误会你这么深。所以还是我的错了。我跟夫人说的更过分，可是夫人一直都对我深信不疑，分明是你打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我。哎，是是是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我知道你没有勾引侯爷，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私藏侯爷腰带啊？我私藏侯爷的腰带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有人说他喜欢，我才偷偷拿回来仿制的。不，哎，冬青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你怀不怀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知道我喜欢你，我想娶你。你说这么大声干嘛？生怕别人听不见啊？声音大点怎么了？我才不怕别人知道呢。我喜欢你，我要娶你。哎，你听见了吗？不许你说了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你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。但是我要问你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如何？我还挺喜欢跟你大大闹闹说说笑笑的。那你欢喜吗？挺欢喜的呀。而且，而且什么？而且，我之前总是会想起你，总是想要见到你。之前啊，冬青，你之前不是说我是他们虚荣的小人吗？你别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就原谅你。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留着呢，留着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你摔坏了。你要是能把它恢复如初，我就原谅你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不是为难我吗？我就为难你了，怎么了？哼！哎呀，傅大人。哎，赵颖，你认不认识手艺比较好的珠宝匠啊？我想把这个簪子修一修。摔成这样，修肯定是够呛了。要不您再买一个？不行啊，人家冬青姑娘说，人家说了要我把这玉簪恢复如初，才能原谅我。这可有点难了，看样子冬青姑娘还在生你气。而且一时半会儿不会消气，这用得着你说？我是让你来帮忙的，不是来揭我伤疤的。你还是没能明白冬青姑娘的意思。你此话何意啊？冬青姑娘就是心里有气，故意找不可能的事来为难你。重点不是修复玉簪，而是如何令她消气。嗯，你小子。母亲，夫子都夸真哥见好了，近日念书专注多了。小真哥剃得真好。嘿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剃过来。哎，侯爷，福建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说我们现在还见好了啊。母亲，我有些公务要处理。快去忙吧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小春哥真棒。太夫人，
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要不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哪里不舒服？需要找大夫吗？啊，不用，应该是昨晚没睡好，我回去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应该认识我，靳远侯。坐吧。怎么是侯爷过来了？少夫人呢？我问你答。是。燕刚。你不必害怕，也不必拘谨，我呢也不会为难你。来，我们喝杯酒，安安神。身为徐家的姨娘，却帮助欧家做事，想必是欧立行给你许诺了些好处是吧？欧大人答应过我会帮我报仇，等到徐家覆灭之后会给我足够的银两让我远走他乡，帮我安家，并且会给我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。这个不难，我会安排你到福建去，然后呢也给你在欧家寻个远亲的身份。多谢侯爷。我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欧立行是怎么死的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你不必害怕，我也不怀疑你，想必是欧立行的那些计划他没告诉我，或者说他有些什么具体的环节出了纰漏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好，欧大人只是让我破坏徐灵仪和夫人的关系。傅大人，刚才那人我认识，好像是欧家护卫严刚。果然是欧家。要不要禀报侯爷？不必。要是被靖远侯发现我们知道欧家和钱姨娘有关联，那就打草惊蛇了，静观其变吧。嗯。徐令仪从徐家追着夫人走了以后，
后面的事儿我就都不知道了。再后来，就听说欧大人死了。徐令仪之前接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信，我跟上去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才知那信是王九保所写。徐令仪看完信后便说有好消息了。蠢妇，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死有余辜。侯爷，锦心娘，锦心娘，有毒，坚持住，我带你去医馆。我不要，我不去医馆，带我去见侯爷，我要见侯爷。朝阳，去把大夫叫到许家。是。石榴，在我们徐家侍奉多年，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忠心乖巧的姑娘，这怎么就成了欧家的内应呢？确实是我冷落了她，可她就如此恨我吗？竟不惜联合欧家暗害我。侯爷。姨娘，秦姨娘中毒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杀人灭口，是我大意了。快，快去找大夫。快扶她躺下。姨娘，原来你们都知道。先别说话，我扶你去休息。你何时在乎过我？何必虚情假意？我知道，我马上要死了，有些话我不说出来，我死不瞑目。没错。我就是你们在找的那件。这么多年来，你表面装着乖巧，其实怀揣着祸心。你说你做了多少危害徐家的事？你告诉我。我想想啊，数不清了。石榴啊，我把你一个丫鬟提拔到了姨娘的位置，我给了你身份地位，我对你信任有加，不管你的吃穿用度还是月例开销，我一文一毫的不差你呀、啊、我哪儿亏欠了你？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为什么要加害我们徐家？我为什么要害徐家？太夫人心里不明白吗？我明白什么？因为你们轻视我，践踏我，你们虚情假意，伤天害理。不许你，不许你玷污我们徐家！你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胡言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做侯爷的同房？石榴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不
事乖巧的孩子，性格温顺，所以在侯爷受伤昏迷的时候，我就让你贴身照顾。还有，是为了你的清白，我才让你做了他的通房。为了我，那为什么让我和婢子套？那是因为你不让我有孩子，因为侯爷还未娶甄氏，你怕他有了甄氏，他不高兴我有孩子，所以你让我喝避子汤。可是这避子汤让我小产，让我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失去孩子多少年，就恨了你多少年。但凡我没摔着也没磕着，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没了？姨娘是否服用过什么汤药？姨娘之前服用过避子汤药。哎，那种虎狼之药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可是姨娘已经很久没有服用过了，我姨娘他们也服用，为什么偏偏就我的姨娘有事啊？大夫，还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药三分毒，那避子汤更是药性寒凉。再说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，这恐怕以后都难以怀孕了。大夫，我不行。大夫，姨娘，大夫，你帮帮我，大夫，姨娘，我要我的孩子，大夫。我没有孩子，也没有侯爷的宠爱，我在这东跨院小小的一角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你们谁会懂我的孤单和绝望？还有你，罗十一娘，你让我以为我可以养杰哥，你让我以为生活又有了希望。可是这一切全是假的，我也不过是你争权夺势的妻子罢了。十一娘一直为你争取，只是我另有打算。家中孩子都是二嫂教养，她才是最适合教导杰哥的人选。二夫人高贵，而我卑贱，所以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受苦了，我用心良苦，但用的不是地方，让你造了这么多的难，让欧家下了毒。大夫人，石榴都要死，你又何必再惺惺作态呢？你从小被卖到我们家，你乖巧、聪慧、懂事、细心，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，不然我也不会来到侯爷身边，我不让你生庶长子，是因为怕你以后见了正室
他会为难你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弟子他让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害和委屈。我对不起你，我给你道歉。母亲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是我一直以来忽略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来了这句对不起。几个能生而为嫡，很多人打一出生就要面对不公平的命运。我们不想认命，所以我们只能拼命地争取。只是你用错了方法。看来罗元娘命不久矣，以后徐家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告诉我，消息依然用花盆传递给我。是欧大人。你先走吧。是。大人别来无恙啊，可我哥哥如今却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大人不该做些什么吗？现在抓住你大哥的不是别人，是徐令仪。我帮不了你，除非大人救得出我大哥，否则我绝不离开。哦对了，别忘了你们欧家这些年可通过我们捞了不少银子。抓住他！站住！不一样，你是一个好人，
侯爷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宽厚之人，怪只怪我没有福分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希望我生在一个普通人家，我找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再生几个可爱的孩子，我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娘亲。